Hello， 我江江，现在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哦。Hello， 我江哥，今天我们来玩海贼王模组索隆啊。这次索隆要提升他的能力啊，然后超能力就是要铲除洛圣都的罪恶。来来来来，地图上有很多红色的小点点啊，来试一下刀。啊去，在这里跑什么跑啊？还想跑？哇！没人跑得过我索隆的手掌心啊！这么多人呐、啊！哇！我背上居然多了一把火神机枪，啊，枪我根本用不到，干什么啦？啊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呦，洛圣都的守护者出现了！哇哦！马上吹哦！你是太久没有刷牙了吗？吼吼，屌哦！哎呦，雷射光都出现了！哎呦，好凶哦！哇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你在吹什么啦？这招对我没有效啦！哎呦，我才讲一下话而已，很凶哎、欸！那么凶干什么啦？跟你的时候，你也知道对我没笑。你看，还不是走过来了？来嘛，近距离对战啊！哎呀，我才一刀呢，还行不行啊你？还行不行啊？啊，吹什么吹啊？吹屁哦！哦，别以为你会飞，我就不会飞，而且你飞，哎呦！啊！火了火了火了，他火，他生气了，哇、哦！生气了啊！我无敌完全没开，好不好？完全没开无敌哦。喂，最好是这样，砍死你！我跟你说，砍死你！不是弱鸡，跟你说弱鸡你。吹什么吹？啊，没有打得很爽啊！我们再把它重生一下。你就是传说的北斗爆奶拳吗？拳头怎么那么弱啊？啊，啊不能讲一下的。哎呦喂啊，慢动作哈。哦，好险！哇，这招对我。哎呀，你多久没刷牙了啦？臭死了！再来嘛，再来啊！夏天就是要吹冷风，来来来，多吹点，多吹点，多吹点啊！吹，哦呦，啊，翻过去了，人呢？人呢？挂了啦！而且最好是这样死法的啦。好了，复活了，复活了！他变成，哎呦喂啊！你没有超能力的吗？我把你救活就没有超能力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那我是不是要送你一程啊？再砍一下，再砍一下。奇怪，这次没有断头啊，碎啦！哈哈哈哈哈！了不起啊，啊，了不起！然后我再试试看能把它复活、啊，这里可以吗？哇，这怎么可以呢？最好是这样。他脚不见了，脚跑哪去了、啊？不要来乱啊，臭警察！哎呀，上半身上半身不见了啦！他来乱了，警察来乱啊！死啦！哦，更多警察来了，更多警察来了！哎，这老兄放哪去了？老兄，老兄，人呢？不会吧，被警察打死了？你们这么弱啊？他太弱了吧？来来来，复活复活！啊、忘记了，他变成一般人了啦！
来吧，我来帮你解脱。他穿墙掉下去了，太扯！哇，你躲在后面没有用，好不好？别躲了，别躲了，好不好？臭警察！哇！哇！喝了，喝了，喝了，喝了！看来我们的索隆，天下无敌的第一神剑啊！哇！